题再见了，刚刚然后那个可以跟我说一下，我后面有人喜欢，我好日商日商人，老婆老婆，有人喜欢这张，好看的。要是我现在我有开绿。可是你现在都连连都没开，就是如果连连连续两个人都有开绿灯，就靠戏，连个血就够了。秘密交易。我来，他我们要去。来吃生鱼片。对呀，问题是我们这边过去要干嘛？太难了。啊，第四个。哎，我们再来。哎，太勇敢。哇，好戏。好戏啊。要跟我穿什么等级？没有啊，重中打的那组太少了。那我先到那个领正光路，下到下到快那个尿出来了。这边过去，感觉非常辛苦。啊，正光不能随便对，正光不能随便对那个。这应该是有好大 I 组。然后最后就还是给人家时间。所以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不会让我输。二分之一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塞在地板，干。回家捡，回家我然后换起来。玉凤凰让你洗吗？你确定？什么？所以证明要请客了、喔，真假？我们去吃日哦、喔，然后吃完就可以回家了。玉凤凰，你们在包？啊？我要包。要啊。哦，感受今天他有多靠谱。一个骑一个小时过来，然后怎么样？那我就去。哈哈哈！然后我想要跟小梅讲件事情，因为都一家亲准贵，用小梅，我们队友都中风烂。哇！对面，不是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如果他们开卫星炮会怎么样？很爽啊，六回合，那你们全部开卫星炮，谁会输？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。然后我直接开战机，爽啊！没有，然后我直接开战机三连胜。对啊，对，我赢的那一场。哇！我先放包包。跟他借什么？今天好多神，最后一张是我自己的，好多神因为最后一张我自己的。打吧，打就打。是我刚刚那个算四强赛，不是，所以我现在才现在是四强赛，所以我还可以打，因为我现在还有一场，对，就两场，对，你跟他打来的，好，赖胜明开大上的啦，人家有心求战呐、啊，他开大上的，开大上的，有心跟你要打喽，该开大上的啦，好好精神。好了，你这样子会很差。对，等一下，现在到底还有没有？对啊，你这样子会很差。
长得有点大，我靠！他在冲你一片时间，好可怕是哦，我的容量还不够了，刚好掉掉哎，有点歪，你都不会觉得歪？我会调到了。我想要买一张雷神哦，我想要买一张这个。1200。好，可以了。10月的时候应该限制了，应该有那种不用1000的，就是那种不用1000块要买的，大概400多块。我那两它里面可以洗地，对啊。为什么要去刷洗？哎，我只要去刷那个发型，这样子。我怕我换了不洗，跟他妈的，我怕店家会被屌，有些店家会屌你。我是没被屌。算了吧，我告诉你，但是我现在一坨的，不好带啊。是我妈妈教的。一坨，你现在放我出？这么多我下的。你说他的头那么长？什么鬼啊？是神太郎？谁啦？是假神太郎。什么鬼啊？渔夫吗？酷哥，要红在对面吹冷气啊！酷哦！对，乌兰罗布，他卖什么？反正他卖好多，猜猜看，接近了，一样远的。一样是6%的东西，你昨天没打，对，就是爆米。你昨天那边打，那你有去了？忘跟你了，我就过了，我已经过了。那你昨天不打掉了？那你昨天不是打了？